你要是泄气了，你就回去，没人让你跟着。嗨，瞧你，又犯这个牛脾气。金老，那个，您看啊，就凭着咱们曹大爷这股百折不挠的精神，这天底下就没有能够难得了他老人的事儿。放心吧，肯定找得着。 您说是不是曹大爷？哎呦，看来呀，曹大爷还是没有原谅我。你好，奶奶。 你找谁呀？打听个人呐，您知道当年村里餐厅一个叫田壮的吗？田壮，对，他不死了吗？哦，您知道？知道，田壮死了，现在他妹妹还在，他们家呀就剩他妹妹了。哦，那他妹妹在哪儿呢？山里。山里，我就打那儿搬过来的，他妹妹呀住在那个进贤寺旁边。 谢谢谢谢。老曹，你这么着会病倒的。咱们这次回去啊，一定得好好检查检查，啊。这儿是旅游点儿，那个前面肯定有宾馆饭店，咱们休息一下再找也行。哦，那好。啊。 这是我们上周出的报纸，有关于你们的报道。你发了很多社会上的关注，我写这篇文章啊，就是想得到更多社会上的帮助。你不能再报道了，这是我的私事，是给我的战友找回家的路。 我不希望更多的人知道。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您的战友是差点被遗忘的英雄，不是很有意义？本来呢，我想自己做这件事情，无牵无挂的，多好啊！可是后来，这老头就跟上了。我起先呢，我还以为是他丢了致盲通知书。 来赎罪的，这些天过去了，你还别说，我觉得这俩人送啊，真比一人送要好。丫头，你不明白啊？嫌我这老头捅埋半截了，遇到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不愿意让政府帮助我。你要真想帮助我，就别再报道这些事情。 哎，我的老啊，没劲儿应付你们了。一是致盲通知书啊，这件事儿啊，实际上是我们这些当兵的呀耻辱。所以我呢，想趁我身体之前，把这个耻辱抹平了。曹大爷，您原谅我了吗？不生气了吧？原谅什么？ 什么事儿原谅你？你做错了什么？天明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曹大爷终于肯原谅我了。这个倔老头，他刚才说了一番话，对我的触动很深。他说，他之所以要亲自送这些通知书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怕那些牺牲的战友家里，在这50年中。 发生了什么不想让社会知道的事，怕年轻人对这些事不理解，在伤害他们。曹大爷爱他的战友，拿他们的亲人当自己亲人，理解他们在这50年间所经历的一切，愿意承受他们无处发泄的抱怨，愿意和他们一起
掩藏他们不想让人家知道的隐私，这份情谊真是太古典了。找到了，可是，可是什么呀？田七老人他，他怎么了？不会是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还活着。哎呀，你这个闺女说话吞吞吐吐的，你说清楚了吗？别急别急，老乡们告诉我说，田七老人他病了。病了，他不赶紧走啊？哎。曹大爷！哎呀，什么曹大爷，还不赶紧走！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啊？开着。有人吗？有人没有？不知道，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老乡告诉我就是这儿。会不会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叫曹立友，他叫敬仙贵，我们都是田庄的战友。田庄？是是是是是。田庄，田庄，田庄！啊啊！大姐，我，大姐，那个你别怕别怕，我们不是，我们是田庄的战友啊。滚，滚！滚出去！走走走！你们还我哥，还我田庄！啊，还我田庄！你们还我田庄！还我哥哥！还我田庄！还我哥哥！还我哥哥！还我田庄！还我哥哥！我不会伤害你，不伤害你，我不会伤害你啊！大姐，你那个啊，那个，滚！是吧？这田青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听老乡说，田青自从他娘死了之后，他就疯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吓死我了！情况啊，你们是不知道的。自打田壮当兵走了之后，他们家就出事儿了。哦，哎呀，从那时候起，这田青啊就疯了。这一疯，眼瞅着现在这都快50年了。你坐坐坐坐坐坐。哎呀，这要不是村里给照顾着呀，这田青啊。他早，主任啊，
这个田青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哎，这说来话长啊。哥，吃饭了。娘，吃饭了。吃完饭，赶紧把衣服脱下来，我给你拆洗一下。还有红薯吗？哥，赶紧吃吧。天天都吃红薯，你不难受啊？看见这白面我就堵得慌，我还是喜欢吃红薯。哥，我不吃拿你换来的白面。哥，你别胡说。娘，我不同意青儿嫁给拐子刘。那拐子刘什么东西啊？成天偷鸡摸狗。就凭他家有点地，有点钱。哥。娘，我更不能拿我妹的彩礼娶媳妇儿。我也不想娶什么媳妇儿。你就给我妹子寻个好人家。反正别让她嫁给拐子刘。哥，你别说了。我愿意，我愿意嫁给拐子刘。哥，拐子刘，你来干什么？田壮，你也在啊？我这是送彩礼的嘛。拿上你东西出去。哎，田壮。这过几天，哎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怎么说，我们也是内兄弟了吧？你这里让我出去，有点不合适吧？啊？哎呀，再说你们家吃的这些白面，可都是我给的。你去打听打听啊，这十里八乡的来提亲，有给这么多白面的吗？也就是我呀，可怜你们。要不然，你们家能攀上我这么好的亲，啊？你们家祖宗啊，也不是哪一辈修了好福气碰上了我，也就是我能看上你们田青。我也知道你们家打的那个如意算盘，不就是想用我的彩礼，好让你娶媳妇吗？啊，我可算得上是你们家的，哎，观世音菩萨了吧？我管你老了！哎呀，壮壮，壮壮，壮壮，我跟你说，你别不识好歹！我跟你讲，我看上你们家田青，是看上你们家，你们家有什么呀？啊，有什么呀？我，你我放下，不能打人！有本事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过来，我就是，你有什么恨的啊？哎，田青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真心喜欢你的，你是知道的。你跟你哥好好说说，都是你哥不懂事。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啊？我不会生他气的啊，你放心啊。鬼子刘，这是你带的彩礼，我们原封未动。我们家过得怎么样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从此以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。哎。还有，你给的50斤白面，我们没动多少，会还给你的。以后不要来我们家了，我们家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拐子刘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
你和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，你要是再敢来找我妹，我把你那条腿也打瘸了！滚！哎，田金，滚！滚！哎，田金，你！哎，田金，你听我说。 好，你们敬酒不吃，吃罚酒。你们等着。你要睡了。 白念，我给拐子留下送去了，他以后不会再来咱家了。嗯，晴，你不怨哥吧？不怨。哥是想让你嫁个好人家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出嫁。哥给你打家具，办嫁妆，让我妹子在村里。 在娘家都有脸子，可是哥没本事，哥在地里种不出金疙瘩。哥，我想好了。 共产党的队伍在两天在咱乡里做动员，我知道，他们是为咱穷人打仗的。等有一天我回来了，我一定骑着高头大马，风风光光的回来，让咱村里人也看看，咱田家也是行的。到时候，咱家的好日子就来了。哥，那你就放心的去吧。 我会照顾好的，我跟你会等你回来的。娘，晴，等我回来，等你们的壮，风风光光的回来。
你哥他可走得有些时候了，也该回来了吧？娘，趁热把药喝了吧。青儿，可真是苦了你了。这打仗凶险，万一你跟他要是……青儿，你也不小了，要不就先嫁了。娘，你闺女长得不俊吗？谁说的？这十里八里的，谁不知道咱们田家有一朵好看的鲜花？那你闺女缺胳膊少腿吗？我的青儿啊，就像打了春的麦苗，壮实着呢。那你干嘛急着把我嫁出去呢？我哥说了，等他回来给我寻个好人家，风风光光的把我嫁出去。可是你哥，他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？不管我哥什么时候回来，我都会等我哥的。Thank you.
这病就治不好了，嗯？治。天青这疯病都多少年了，啊？怎么治啊？哎，不过也不好说。他是有时候疯，有时候又正常。这疯的时候啊，是又吵又闹，尤其是见了结婚的人。 陪着彩绸什么的，他马上就得过去吵闹。说呀，他哥哥回来了，他哥哥回来了，那像个小孩子一样啊。一会儿啊，又说他哥哥给他找了个好婆家。啊，田青老人还没有嫁人呢。嫁给谁呀？他那个疯疯癫癫的样子，谁敢娶他呀？我还忘了问你们了。 你们找他做什么呀？这都多少年了，田壮家的人都不在了。 就剩下这个疯子，他还要这阵亡通知书，有什么用啊？啊！主任，他就这样，我们呢也想请你帮帮忙，是吧？当年啊，这个田壮就牺牲在我这面前，我现在呢。 跟田老太太说不上话，我们是想出点钱，给田壮修一个好点的墓碑。你看这个，修个墓碑，我看行。行啊，这个村上老老少少都说田壮是个好样的，虽然说这么多年了。 不知道他是死是活。现在知道他是烈士了，我敢说，大家伙都会感到光荣的。为他修个墓碑，值，值啊！曹大爷坚持要自己拿钱给田壮立一个碑，我和靳仙贵都没有坚持参与。田壮的碑修得很漂亮，在当地绝对是最好的。 可这和他当年在战场上的英勇行为相比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够神气了。田壮，能的这是。哎，你这是要娶谁家的媳妇儿啊？去去去去！哎，班长，你看这马怎么样？哎，还有这大红绸，马不错，红绸子也不错，就是人差点。哎，班长就是爱说实话。你们哪有这么说话？班长，一旦江城打下来，部队就跟着南下了，全国解放也就快了。到时候啊，我就骑着这高头大马，带着红花回村，你说那感觉啊？那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先说说，这马哪整的呀？缴获的。你，缴获的啊？别逗了，田壮，这马不是你偷的吧？去，谁偷的？你给我偷一个试试去。这可是我实打实缴获来的。那你说你怎么缴获的？班长，你跟我说说，我要是把这马交给连部的话，能不能给我立个功啊？哎，这马要真是你缴获的，给你个十等功。还有十等功？我怎么只听说有一二三等功，十等功？哎，这马上就有了，你把这马往连部一交，别说十等功了，给你一十一等功都不多。田壮到。这马是你的吗？是啊，请去连部一趟，指导员叫你。哟，这么快，我正打算把马交工呢，指导员就来找我来了。哎哎哎，两位同志，那个指导员有没有叫我啊？班长，指导员要是叫您，这两位同志还不就说了？田壮，你要是真立了功，可别忘了我们。你们就放心吧，走走。起来起来，我跟你说啊，明天田壮该回来了，你少提那抢马那事儿。哎，你说这小子怎么那么懂？抢了地主家的马，还抢了地主家新郎官大红绸子，愣说自己立了功缴获的。他以为全世界有钱人都是大坏蛋，关他三天禁闭一点都不冤，看他回来又怎么臊他。你还没完了呢！你瞧，厅长，你要敢提这事儿，我给你急。得，不说了，睡觉。田壮，明天就要攻打江城了，所以他们提前把我放回来了。赶紧回去睡觉去。哎，班长，我不想睡。还想那事儿呢？你不是已经接受惩罚了吗？我得立功。班长，参加这么多次战斗了，我还没有立过一次功，这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，再不立个功，我就不能骑着大马带着红花回村了。不是还打江城呢吗？是吧？别想那么多，你好好休息，争取在这个江城战斗中立个功，给你妈给你妹争口气。班长，你说我行吗？行啊，没问题啊。刘三哥，
这个班长来晚了，晚了50年呢，这都怨我。我不应该早到你们家去看看。现在呢，我们把你送回家，风风光光的回家，让大家看看你的威风。你是有出息的，是顶天立地的。啊，好的，好的。哎，那你等会儿，我再记一下啊。好，好，就这样啊。查到一些资料，上面有当年金钱贵的签字，这些资料啊一直在我们的档案库里边。金钱贵离休后就一直没有动过，但是呢，可以跟那些正文通知书相对应，所以现在看起来啊，确实发现一点线索。金钱贵，真是他吗？我是这样想的，如果当年金钱贵没有把正文通知书转入地方档案局，那就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说他曾经一度保管过正文通知书。等到他手里丢失了，只留下这些资料。你这样，把那个份制员给我叫来。好。喂，找一下份制员。哎，不在。哟，正找你呢。是啊，局长。正要找你呢。上一次由于这个资料不够，咱们那个独立团的团长也没找着。这次呢，我再去一趟。这次不一定光去这个省军区，北京也可以跑一跑嘛。他们那儿管得宽，兴许咱能找到有价值的线索。嗯，没问题。那你辛苦啊。啊，慢点吧。阿飞啊，啊，就是。田壮回家了，田壮回家了，田壮回家了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田壮回家了，田壮回家了，回来了。是一个荒野飘落的秋。
找到你在天。